三年秋天第一天也是星期一，又是一个繁忙的一天，下雨跟下雨明天，然后今天运气哦，今天运气好 OK， 今天运气好，可是我也做不了东西啊，我要忙哎 ，panic， let's go。下面还没好 ，OK， so 多多五杯咖啡压压惊 ，Let's go。皮尔要给我550块，虽然说不知道他那个550块意义是什么，但是他就给我了。啊，是对，我还要带东西过来，等一下哦。哦，有了。石化史莱姆，虽然说不知道可以拿来干嘛，但是看起来好像很厉害。其实石化史莱姆可以拿来干嘛？放进来这边吗？不行。哎，我这个还没满呢。哦，他需要的东西好贵哦。呜。OK， 走吧。先去买那个啊啊！哭吧！我只想按猫，结果按到车车。皮尔找我，皮尔。拿去，我跟你好感度到底要满了没呀、啊？走吧。你买甘草，顺便看一下这今天有什么任务好了。哇哇，两边都是同一个人，看着看着我都觉得很害怕。来自岳父的凝视，你又怎么了？还有呢，阳光正好，我出来拍照。我想多出门走走，我想知道农民生活是怎么样的，但我从没想过是这样的生活，直到现在。哦。呵呵，这奶牛好可爱。哎、欸，我有个主意，我们跟这奶牛合张影吧，你教我怎么接近奶牛。我也设置好定时器。哦，我应该要换一个发型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骑在奶牛身上？太好玩了，这些照片也很花心。好啦，开心就好。我现在想要回家洗个澡，去吧。哦，我觉得可以，有人可以跟我说一下这位小姐去哪里了吗？找来找她，是挺有半天不在家的。
啦，女儿。女儿，你想喝酒是不是，女儿？看着那边发呆，你是不是想要喝酒啊，女儿？小孩子不能喝酒哦。哦，你们看看这场景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又要你们的眼睛帮忙了。看到我没放耳机，跟我讲一下。你有了吧？全部都有了，对不对？我走了。一瞬间多了很多东西。小桶我只够做22个，我觉得还是不够，我要去楼下看一下。OK， 给我想一下我奖牌，等一下。我觉得这些金星的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弄了。等他们好呗。OK， 我们要到我们最忙的地方了，我看到都头有点晕晕的地方。OK， 所以我想要试试看施肥器。今天假设是我安排在了上面，里面放这个的话，这样吗？我们的肥料很多，所以其实放施肥器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全部都有种到吧 ？OK， 施肥器是装饰你，施肥器还是要一天过后才会行动啊。就好像是 OK， 今天你要进入夏天之前，你进入春天之前，你可能先打好地，然后明天就会浇水，顺便施肥这样子。如果说你今天刚好做的话，不会做什么东西，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道具来的。还是我需要浇水啊？要哎、欸，要浇水耶、欸！再放这个呗。哦，那我东西应该弄完了吧？草又被他们吃到干干净净了，这人真的有点恐怖。我觉得今天可以赚到很多钱诶，老实说。好，我应该就弄完了。吧，应该吧。今天东西应该就弄到七七八八了。我们的树还没有长，那我们的田已经弄好了。哦，我知道今天忘记种什么东西了，走吧。我想到了，想到了，想到了，齐先生，齐先生。先生，我们目前81%，食谱剩下1%，然后好友79%，然后我还没有有金时钟，图腾差不多，图腾应该差不多可以完成了，所以我们只剩下金时钟这个大问题存在。啊！清新烹饪的食品，呀，个万十万。几天？14天，十万。完了，有那个食物，有那个食物值十万啊，没有，差不多值十万啊。九应该不算吧？九算吗？九算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完成了。这些东西不能直接买，是吧？我要去干晾过什么之类的。
完了，呀拜。可是没有什么东西好做呢，讲真的。算了算了，不做了，不干了。外婆就直接卖掉。OK， 好了，走吧。睡觉 ，Sebastian。我今天总共赚了16万而已，这边赚了10万，10万这边赚了1万，我们只赚了16万欸，好少哦，好吧。